请倒水。是，小姐。还不滚出来！你是谁？为什么闯进我房间？快说！你的剑有毒。看胭脂姑娘的，她怎么到现在还没出来呢？我们也是来看胭脂姑娘的，为什么还不出来？对呀，胭脂姑娘她马上就到了。小姐，洛阳城里的豪门富贾差不多都来了，这热锅上的蚂蚁等得都有点着急了。好了，别吹了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对不起各位大爷，稍安勿躁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大家别急啊，胭脂姑娘就出来了嘛。哎呀，大家先歇一歇。哎呀，大家先坐下来歇一歇，胭脂姑娘马上就出来了。您瞧，胭脂姑娘来进了漓江再去。君宝答应过我，要好好照顾小莲。他不可能让他去那种地方的。真要来查我，就不会急着要走。
什么人？站住！小姐，小姐，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那个人是谁呀？没你们的事，走开！是。乔迁，乔迁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一定是他留下来的。这回你可跑不掉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弟子得诏，从来没有忘记你老人家的教诲。十几年来，也没有忘记你老人家所托之事。现在三丰已经长大了，尽我所能，只能教授他一些防身之术。为了躲避少林寺的追杀，我与三丰在洛阳城中开了一家演武堂药店。师父，十年来宗传袈裟，一直渺无踪迹，让你老人家蒙羞至极，徒儿该死。师父，师父，救救管我！哎，大师兄，你别再喝了，三丰哥不让我给你这么多酒喝的。你管得了我那么多吗？我想喝多少，大师兄，我就喝多少。你们俩都是我养大的，你管得了我吗？大师兄，三丰哥，大师兄的，莲儿，不要哭了。我来劝劝他，你先开店门。大师兄，不要再喝了。你也不让我喝酒啊？你的武功谁教的？你是谁带大的？难道你忘恩负义了吗？大师兄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就是因为我没有忘记，所以我才不忍心让你糟蹋自己。人活着出去吃喝还有什么用？不要拦着我。大师兄，你错了，人活在这世上还有仁义礼智信天理公道，你怎么说人活着只为了吃喝呢？那都是骗人的，都是骗人的。
师父倒是这样活了一辈子，那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两手空空的死了？大师兄，不与大师法心真如，一生无愧，四大皆空，终成佛体，这就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没有啊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昨天客栈里又死了一个人，我以为你发现了什么，所以去的客栈呢。难道是有什么不寻常的事？小姐，最近江湖上传了一句话，金刀地图九九重阳月来客栈，不知道到底指的是什么事。一些武林高手都聚在月来客栈，我想一定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。金刀地图，这金刀指的是我们组里的金刀？我想不是的，从来没有听组长说金刀里面有地图啊。婆婆，不管是不是，我们都要注意一点，不可以放过任何线索。六堡主，大小姐来了。铁六见过大小姐。嗯，请坐。铁六，我问你，你们从西域来的人是不是全都到了？回大小姐，我带的人全部到了洛阳城了。好，你给我听好，就算把洛阳城翻过来，也要找到一个叫乔迁的人。大小姐，是不是他得罪了你？咱们干脆把他给杀了。不可以，不但要抓到他，而且还不能伤了他。大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要问这么多，照我的话做。大小姐，那我从西域带来的那些东西……我知道，等你事情办好之后慢慢再说。是。陈红。大小姐，我们走。是。堡主，进来。是。堡主，有什么事儿？大小姐派铁六正在抓一个叫乔迁的人。这种小事你也来烦我？可是那个人也正是夜探我们黄家堡的人，所以特来向您禀报。你们注意点，随时向我报告。下去。是。禀帮主，乔迁带到。嗯，你就是乔迁吗？大爷，我就是乔迁，我没做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啊。废话少说，带到。来呀，走。大爷，你们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，怎么了？你们这样到上哪儿啊？啊，我没招惹你们啊。
你们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大小姐，乔迁带到了。姑奶奶，饶命啊，救命啊，饶了我吧。你还敢叫救命，我恨不得一刀杀了你。姑奶奶，我可是见风就上墙、见苗就磕头的人呐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哪点得罪您了，饶了我吧，饶命啊。你真的叫乔迁？小子真的乔迁，姑奶奶饶命吧，别杀我呀。头抬起来。是。你真是乔迁？姑奶奶，我真的是乔迁啊，我做不更名，烈不改姓啊，我要是说假话，我让雷劈死啊。铁六，我叫你找乔迁，这个人是谁？大小姐，他真的叫乔迁呢、啊。姑奶奶，我真的叫乔迁。给我跪下。铁六，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办不好。小姐，这个人要是不对，咱们还可以再找嘛。不用了。我送你的冬虫夏草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走。是。走。这个人是乔迁。那个人是谁呢？姑奶奶，您说那人是谁呀？乔迁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现在知道了，您是皇家堡的大小姐呀。嗯，你知道就好。我现在告诉你，限你三天之内把冒充你名字的人找出来，如果找不到，我就杀了你。别发火，我找，我找。嗯，大小姐，您被拐上了，那告诉我他长什么样啊？你给我好好听清楚，那个人长得高高的，眼睛大大，三天之内带他来见我。哎，大小姐，你就说那么多，让我去。我找，找就是了嘛。好，找到那个人，我有重赏。滚！谢谢，谢谢。我找，我找，我找，我找。我找。洛阳城就这么点大。我看你能躲到哪儿去。找我们来什么事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对啊，大热天把我们叫出来干什么？真是的。就是说嘛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大哥怎么还不来呀？就是啊，别急，我不是也在等吗？再等一会儿，大哥来了我们就知道了嘛。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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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什么事啊？怎么了嘛？什么事啊？住嘴！我要是死了，你们就崩溃了。站好！大哥，您这人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干嘛生那么大气啊？我这下麻烦大喽！哼。大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啊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哥啊，快说啊，快说啊！皇家堡的大小姐让我找个人，要是找不着，他就把我给杀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会惹上了皇家大小姐呢？是是是啊，大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能说清楚一点吗？大哥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哪个人冒着我的名把大小姐给得罪了，大小姐非让我找人不可，要是找不到这个人呢，她就我的小命就没了。大哥，洛阳城这么大，叫兄弟们到哪儿找去啊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们这些小子，平常我白教你们，白养你们了啊！让你们找个人吐这么多废话。大哥，他长什么模样？你得告诉我们啊！是啊，什么样都告诉我们。你们听清楚，那个人啊，个儿高高的，眼睛大大的，
大哥，就这么多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三天之内给我找到，滚！走走走走走，快去找，走快去找。要是三天之内他们找不着，我可得想法子开溜喽。小声点，铁六，你要的那批货已经到了，明个中午到黄河码头去取货。德光，咱们可是讲好的，这银子我已经付了你一半，等明天取到货，我就将另外一半全付给你。行，没问题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我师父来了，现在就住在客栈内，咱们之间的买卖暂时缓一缓。德光，咱们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你怎么变得越来越胆小起来了？铁六，要是我们之间的买卖让我师父知道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告诉你，咱们是一根绳子拴两个蚂蚱，谁也跑不了。要是我出事了，你也跟着倒霉。好了好了，不谈这些了，你还是再陪我喝两杯吧。不了不了，我得先走了，一个人慢慢喝，咱们的事改天再说。啊，鬼三，鬼三，有事吗？师兄，他是谁啊？你们俩在说什么？是不是在做什么买卖？德华，那是你的朋友吗？好了，来来来来，没你的事，陪我喝两杯啊！你喝你的酒。其实也没什么嘛，只是做点小买卖，为寺里赚点香火钱嘛。虽然师父让你守着悦来客栈，并不表示你已经还俗了。难道说少林寺的戒律你都已经忘记了？没那么严重嘛，你千万别告诉师父。师父要我们追他夜祭塔林的人，没想到你跑这来，万一他往人家走。好了，鬼三，我们主要到外面去查探查探吧。好。这十年来，不成一直追着不了袈裟，如今又出了这种事。这件事情不简单。堡主，我回来了。是堡主。信送到了。送到了。不成怎么说？不成说他会如期赴约，希望您老不要爽约。说的什么话？老夫约他岂会爽约？嗯，这一次他是有备而来。正好老夫也有话要问个明白。皇上，你这个老匹夫竟敢躲了我十年。霍尘大师，久违了。不必客套，皇上，这十几年来我找了你好几次，你为何一直隐身不见？霍尘大师，难道堡里的人没有告诉你，我出外云游去？放着洛阳城这么大的城堡不住，却在外云游十几年。皇上，你在骗三岁小孩子吗？
这些年我做过不少惊天动地的事情，想想看也该收手，好好的看看灵山圣水，也好趁这个机会反省反省，也许可以悟出些道理。像你这种人能悟出什么道理？我陈大师，你我都已经老了，下一代也都长大，我想洗手归隐。黄山，你杀人杀足了，收刮也收刮够了，你想洗手？我问你，你为何一直扣留我少林寺的中传袈裟不换？你可知道我这个主持做的多不心安呢？没有这少林寺的中传袈裟，我始终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主持。当初若不是因为少林寺袈裟暗藏玄机，谁会稀罕你们少林寺的破袈裟？如今玄机已失，袈裟内的半张宝图也如同废纸了。那是因为金刀地图已被不予烧毁，你再也得不到这批宝藏了，对不对？既是如此，为何不归还我宗传袈裟？哎哎哎哎哎哎！不要再骗我！你扣着袈裟，手拿藏宝图，你心里另有诡计。哼，不成！忘了十年前我说的话，我帮你除掉不语，你接任主持之位，袈裟归我，各得其所，各得其利。走，说翻就翻！难道你忘了你主持是怎么当上的？哼！只要我把这件事情向武林抖出来。死无葬身之地。皇上，这追回袈裟之事我们就暂且不提，不过有件事我倒想问，这金刀和袈裟各藏有宝图之事，在少林也只有历代主持才知道此机密，而武林上也罕有人知，除了你皇上。不错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问你，五日前有一个青年夜闯塔林，祭拜不语之墓，留下了九九重阳月来客栈金刀地图之语，此事已传遍了江湖，难道不是你黄鳝所为吗？说得好，我倒还要问你，这个传闻难道不是你从少林寺散出来的？弄得整个洛阳城风风雨雨，你反倒来问我。不成，你把我黄某人估量得太低了。怎么，这件事真的不是你做的？若不是为了此事，我还不会回到洛阳，又怎么能见得到我呢？话，这件事当年就言轻不语，你我等知道，怎么突然十年后再由一少年散出此语？而且这个人精通少林的武学。这可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情。如此看来，洛阳城将不得安宁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我们两个联手查明此事，势必
你把宗传袈裟还给少爷，否则休怪老衲不客气。再一言为定。不成，你想的也太天真。啊，婆婆，哎，今天已经是重阳之日了，悦来客栈有什么动静没有？听小五说啊，客栈宁静得很呢，可是又透着剑拔弩张、一触即发的危机。李放也调集了捕快，在客栈附近注意着呢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晚上我到悦来客栈走一趟。小姐，我看还是我去一趟吧，那儿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啊。也好，婆婆，那你要小心一点。我们的目的只是在金道，非到必要别和他们动手。今天就是九九重阳之日，街上的三教九流会比往日更多一些，所以你们更要严加防范才是。客栈内有我坐镇，你们到街上去巡查，尤其是酒楼和花街，更要仔细的查查，知道？知道。德国，你要给我注意，今天夜里巡查之时，不可以跑去喝酒睡觉，忘了你自己的职守。知道，师父。嗯，你们去吧。是。师父，可是传闻中的九九重阳内宴时应该只是今天呢，说不定夜闯塔的那个人会来，我们是否应该留在客栈？我有我的道理，你别再多问。可是师父，霍琛的来意我已经很清楚，他在紧紧地逼迫着我。爹，那你的意思呢？他也想分一杯羹，我绝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霍琛这个人居心叵测，爹对他一直都是戒备在心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等他。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贪心的。你是在说爹？碧儿，爹用尽苦心要得到这匹宝藏是有正当的用途，你应该清楚的。女儿明白，但是不称该怎么对付他？如果不除掉他，将来必有后患。可是不称的武功并不在你我之下。爹，我们不能明来，可以来暗的。这倒是一个方法。好，那我们今晚就动手，只要我们双剑合并，就算他武功再高强，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好，你去准备一下。嗯。
鬼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已经找遍了洛阳城所有的酒馆。师兄，师父不是已经交代过了，不要喝酒，你这样会误事的。师父也太小心了，难不成叫我们日子也别过了？反正没什么事发生嘛。你既然都已经答应了师父，不论是否有事情发生，最好不要喝了，免得师父知道了你挨骂，我也赔着。鬼三，你可知道这洛阳城可不比咱们少林寺，我在这守着悦来客栈，难免要和洛阳城的三教九流打交道，怎么可能离得开酒色财气？人生在世，难免有这四个字嘛。师兄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说离开少林寺，你连少林寺的戒规都忘了吧？这件事要是师父知道了，非罚你到苦心堂闭关悔过不可，到那时候你就永不见天日了。师弟，我得过，吃也吃过，玩也玩过，享受了人生的滋味，即使死在苦心堂也值得啊。师兄，你真是冥顽不化，若是真有事情发生了，师父呢我也无法帮你了。不会出事，不会出事的。是。小二，拿酒来。来了，客官。你们全部都是一些酒囊饭桶，这么多天竟然查不出一点线索，从花街到悦来客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好几个人，你们要我如何向府台大人交代？你们说。这里是府衙的巡捕房，不是猪圈，白花花的银子让你们吃下去，净长肉，不长点本事。要是府台大人追问下来我没有好日子过，你们也一样不会有好日子过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，大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悦来客栈给我加派人手，日夜监视。那边聚集了许多江湖人物，我看迟早都会闹出事情来。如果你们谁敢怠慢，我就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，还不快去？是。师父，什么事这么紧急？连夜把弟子给拆来。父亲，我想问，师父待我如何？师父对弟子恩同再造。很好。可是，你又知不知道，这十几年来，我把你安置在洛阳，过得不用愁的日子。你知道为了什么？弟子明白。嗯，那你应该还记得，师父曾说过，有朝一日，师父必有用你之时。请师父明示，弟子万死不辞。嗯，现在时候到了。去的嘛，走得我好烦呐、啊！你看你，我走路要你管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？不耐烦又怎么样？骂得我死矮了你我！哎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一见面就打架？黄帮主交代得很清楚嘛，大家要和睦相处。是他老找我茬，是你找我茬还是我找你茬？哼，我懒得跟你说话。哎，好了好了，
李飞，你知道铁六的脾气不好，你干嘛要惹他？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黄堡主亲自答应了我，大小姐是我的，他起什么哄啊？真是莫名其妙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争风吃醋了。今天是九九重阳，店里随时可能有状况，我们还是要小心提防着。哼，我先出去看看。怎么没动静？说得也奇怪。妈的，咱们受骗了。时候还早，别急。想必各位也是来寻宝的吧？好，咱们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有人先到了，你听说有宝藏，可不都来了吗？都不是省油的灯了。哎，我们那边坐，坐坐。来，哟，都满了。哎，那边有位子，咱们这边坐吧。啊，坐坐坐。哎，各位久违了。